家好，这里是由大众智能集成灶冠名播出的时拉运转。今天光临我们节目的每位来宾呢是特级厨师李行宏老师，欢迎行宏老师。行宏老师今天带来的这道菜算是我们福建很有特色的一道菜肴，对不对？对，就是利用福建呢比较特色的这个海蛎呀、这一些海鲜跟这个春卷皮然后的巧妙的搭配做成一个饼。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做的菜都很像过节的时候吃的这样子、啊、你看春卷皮在北方过节的时候大家也会去炸春卷，在我们南方的话是在市场上面过节的时候也都是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摊在做这个皮，对不对？对，所以这道菜其实很适合我们就是各地的朋友嘛，你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在家里面做做看。为什么说它有我们福建特色？因为里面搭了海鲜。对，其实里面这些配料，你就看就地取材，买什么方便，对对，都可以，是不是？那这会儿呢，我们先去看看原料，待会儿回来一起做。香酥海鲜饼需要准备的原料有春卷皮、海蛎、猪肥肉、干贝、虾干、韭菜、鸡蛋、面粉和一些生粉。调料是盐、鸡粉和胡椒粉。哇，海蛎、干贝、虾干真的超福建特色哈。对，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沿海城市的话选这些东西都比较方便，非常方便。对，如果大家比如在一些内陆省份，像海蛎新鲜的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买到。对，您觉得有什么可以替换？这个你比如说像鱿鱼啊、那个这些就是海鲜类的都可以随便搭。鱿鱼好买，就是可以替换掉，替换成鱿鱼。对，仍然是和虾干或者是干贝搭。对，也一样很好吃。 对不对？好，那究竟怎么做呢，邢武老师？做起来呢也很简单。那首先呢，这个先切一些这个韭菜。好，我们搭配了韭菜。对，把韭菜呢切成这个韭菜花，就切细一些。那韭菜切完以后呢，接下来切一些这个肥肉。那肥肉呢要把这个皮啊给它去掉。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干贝，这个干贝呢是干的，然后我们有用开水来泡过的。用开水。对，开水泡过。这样泡发的会比较快。对，然后呢放在这个砧板上给它压一压，压碎一些。压成干贝丝。对，然后呢给它稍微改刀一下。我的干贝是很鲜的，加进去。对。就每个量都不要放太多。不要太多，对。有那个味儿，然后吃起来呢。若有若无这样子是最好的。然后呢这个虾干，虾干呢这个选择就是我们买的小虾干，小虾干的话呢就不要加工了，就这样直接加进去。如果是那个大的虾干呢啊，要那个给它切一下，也是都处理成小丁。那今天我们做的这个海鲜饼里面用的原料是很丰富的。对 对做到这会儿邢老师在处理这些料的时候我就算了一下哈，现在已经有五种了。对，带上海蛎就五种了哈。对，我们要再来做一个这个馅儿，因为切完了之后要给它调出一个味儿来。对对对，到底做成什么样的味儿呢？然后现在呢这个加一个鸡蛋，一整颗，一整颗鸡蛋，鸡蛋呢给它打上。鸡蛋打上完以后呢，一些调料要放进去。这个对，在里面呢加上面粉。面粉啊，面粉，还有生粉。面粉我看熊老师就我们这样的小勺放了三勺。对，生粉也是三勺。三勺，对，一比一的比例。对，这个油的量要多少？好，够了，可以了哈。对，也是一小勺。对，然后呢把它这个调成这个糊。这个糊是干嘛，做馅料吗？对，这个待会儿要加到馅料里头。对，跟馅料拌在一起。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加一些的盐，因为是海鲜的盐呢就不要加太多了。然后加一些鸡粉。加一些的这个胡椒粉啊，可以去腥。这是一个很原味的汁。对，然后搅拌到这个调味的完全那个这个跟那个面粉生粉融合在一起。然后接下来呢把这个刚才切的这个些料加进来。哇，这样子拌料，拌这个馅料我是第一次看到。就是馅料我们通常是放点盐，有什么就是生抽调一个味。对，今天